做的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？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太恐怖了吧！会不会是跑蜘蛛？我觉得和蜘蛛有点怪怪的。不可能是君嫂，他不可能会做这种事。如果我跟你说是我，你信吗？要完了，这封情信到底是谁写给我的？是你吗？还是你？还是你写给我的？不要傻啦！你们不用猜了，情书是我写的。You，空泪的。